流浪动物送云家，连潭动保哀轰。收容跟安置这些流浪的动物，那么我们希望跟台北市政府能够跟其他县市政府一起跨县市来合作，来进行动物保育的这样的工作。台北市长参选人连胜文推出临安乐死动保政策，前天接受电台专访时表示，北市容纳不下流浪动物时，可以跟外县市合作，新北市土地有限，云林县嘉义县总可以吧，却 IP 是天龙国思维。连胜文昨天强调，是希望跨县市合作。那如果民进党籍的县市首长不愿意来跟台北市一起合作，没有这个爱心来保护这些流浪动物，我们可以找这些有爱心的就一起来合作。这个典型的天龙国态度，就是把人家变成看到是低等民族、低等地区，所以我想这个是私人的。而柯文哲前天公布第二波竞选经费，遭连胜文质疑业配金额，柯文哲昨天强力回击。到现在为止，本办公室这柯文哲竞选办公室在媒体下的业配是零元。好，我现在很清楚的要求连胜文出来回答，请问你在这场选举你的业配是多少钱？连英则回应，业配支出也是零元。动新闻台北报道。